这不，你要你装，我没有，我这没有啊，这就是让我看看，这就是，这位就是啊，真的是你们仓鼠是我老粉了，好吧？对对对，从大家好，从光明猎手，这就是老粉。我害怕鬼，我早就想跟仓老师聚见了。I started this gangster shit. What？ 我长得像吴君豹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视频，我是苍晨。没错，宿舍神器开箱第三期，哎，我真没想到这玩意儿还能做到第三期。第一期还好，第二期不出意料的凉了，播放量少的可怜，但是我却收获到了这么多人喜欢我这个系列。那我苍晨再出一期也是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，会集中精神一期一剪。哇，嗨，哇。然后这些就是今天要开的包裹。首先让我们来看这第一个，快速开箱。瑞克和莫蒂的手机壳，我记得瑞克莫蒂这动画好像出到第5季了，真的每一季每一集都特别好看，推荐大家去看。现在看，别看视频了，关掉我的立马去看这个动画，赶紧啊。OK， 让我们来开箱下面这个。哎，为什么是下面这个呢？因为包裹在下面。哎，这次不用剪刀了，好吧？徒手开箱，暴力拆解，又是一个小夜灯。大家请叫我夜灯之主。马上又要天黑了，大家天黑请闭眼。因为大家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我苍晨在这么奇怪的视角？因为这个灯本来它就是这样子的，我以为这边是它的灯面，结果它却反其道而行之。原来它可以掰过来啊。这你要你装，我没有，我真没视频啊！这就是我看看、这就是要跟我计较的那个粉丝。没错，哎呀，这位就是，真的是你们仓鼠是我老粉了，好吧？对对对，从大家好，从光明猎手，这就是老粉。我害怕鬼，但鬼未伤我分毫。我真的真没想到，我楼上竟然住着我一位铁粉，住着一位老粉。我是真的，我苍晨受宠若惊。昨天他找过来，我都有点惊慌了。然后他一听说我今天要开箱这个女装，他直接飞过来来帮你们苍老师想要搞事情。我早就想跟苍老师聚见了。现在上你这么喜欢的 UP 主的视频，什么感受？以前先别说什么感受，你先穿。我不害怕人，但人把我伤得遍体鳞伤。以后再拍好吧？别说以后也不用。现在就拍。咱们说3、2、1，让这个粉丝在镜头面前消失好吗？3、2、1，把你变走了啊 ！OK， 他现在能看到你影子。哇，你苍老师我也是非常惊喜啊！没想到来上学还能碰到我的粉丝，所以大家赶紧好好学习啊！有可能你就能碰到你喜欢的 UP 主。哇，他还送我一个蓝色的卡毛，所以啊，这应该是雷姆的构思，他想让我构思我老婆。Love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. The bar is where I go. 这我唱的。